应该讲没有料到有五位，跟我们那一天讲的只有他一个人前来有所不同。对不起马前总统，您是我的大贵人大恩人，中华民国的这个成因啊，所以我说我们有所怠慢，我先跟你道歉失礼。我们今天在这段开始讨论直握手整个过程，我觉得那不是我郭台铭做事的风格。我们既然要谈，我就希望有结论。甚至我今天提出来，那个有人说为什么听一天两天，我到明天，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要挑灯夜战。最后不晓得朱主席是站在这个，将来我们是政党的协商，那对不起我就退出，因为我不是政党协商，我没有资格。但如果是政党协商，那就是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谈，我等一下就退出，因为我没有 position 来做这个事情。今天我还是坐着讲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朱主席来，我要请他们讲，我是主席，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爸爸，我先，我对不起，因为你是我的邀请来，你叫我来邀请。你叫我来做汤锅，那这个那我今天婚礼是我来办这场你们的婚礼，我想大家的婚礼我们就应该请我来，请朱主席讲一下站在什么立场。侯友宜作为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那柯市长呢，柯主席是因为他是双重的角色，他本身也代表民众党也代表总统候选人，所以我们必须今天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陪同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来参与今天的在野的整合的会议，不但具有正当性，也是必要性，因为侯友宜不能一个人就完整的代表了所有，他是可以代表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但是也必须也获得我们党的全力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我出席就是代表我支持今天这个在野合作在野联盟的会议，也谢谢郭台铭董事长，谢谢柯文哲主席啊，尤其是谢谢马英九总统，我真的是非常感恩